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有40个问题，我们的这个进度要快一点啊。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，有11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临终助念是不是很重要？历代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，非常重要。而助念是帮助一个人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作佛。换一句话说，助念是帮助一个人成佛。你说这个功德多大？所以过去大慈菩萨的有一首偈，很多人都知道啊。大慈菩萨说，你帮助两个人往生啊，助念他真的往生了，就比你自己念佛功德殊胜啊。帮助十几个人呢，那你这个福报就太大了啊，能够帮助100个人以上啊，你是真正的菩萨。你就晓得这个助念的功德多大啊。我们依照情理来想，你要帮助很多人念佛往生，到自己临终时功夫差一点也没关系。那么多人在极乐世界会拉着阿弥陀佛，我们能往生都是他帮的忙啊！现在一定要拖着佛一起去接引。你说可不可能呢？可能呐！啊，人同此心呢，心同此理。所以在日常讲的时候，帮助人的时候，这是帮他往生呢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助念有规矩啊，古人有一本小册子叫《赤宗经粮》，文言文写的。民国初年，有人把它改成白话文，叫《赤宗须知》。这个本子很好啊，我们也印了很多啊，印了好多版啊。重要的地方呢，我都用红笔把它画出来啊，好像最后几版的时候它也套色套进去了啊。这个我改了一个题目啊，怎样念佛往生，就是彻宗须知啊。所以这一桩事情呢，特别是修净土的同修要重视。第二个问题，往生49天内是否需要继续助念？要念往生49天呢，最好是佛号不中断。即使是往生的人，他自己功夫成片或者念到一心不乱，这49天念佛给他回向，决定
增高他的品位。如果这个人自己功夫不行呢，没有能往生得了啊，他到六道去受生，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他不堕恶道。他要往生善道呢，善在善道里面呢增长福慧，好事情啊，这真实利益了啊，所以念的时候要诚心诚意啊。我们看到一个例子，再生的时候不念佛啊，没有接触佛教，死了之后49天由于助念的是非常殊胜，他感受到了啊，也跟着念了，居然在这个满期，就是49天是满期嘛，7个期圆满的那一天，他真的往生了啊。这就是中阴身能够跟着大众啊，人虽然走了，我们一般讲他灵魂没有离开啊，依旧跟道场大众啊一同这个共修啊，他往生了。这个事情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么多年来多少次的三世系念，或者是在系念当中，或者是在系念佛事做圆满的时候，有众生的附体啊，附在灵媒身上啊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法会呀超度的状况，是有一些啊，这个灵鬼参加这个法会呢，有往生的啊，不多，少数真有往生的，真有往生是吧？他真相信，他真跟着念。啊，发愿求生净土，他往生了。还有升天的，还有转到人道的，啊，恶鬼道转到畜生道都是超生。啊，也有呢，还在他那一道啊，他没有能离开的，这个数量也不少。啊，像这种情形。我们不止遇过一次，遇过很多次啊，可以相信啊，不是在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人说的啊，说的事情都相仿佛啊，这是可以相信的。第三个问题，把佛手当施物是否触佛身血啊，佛的手当装饰品，有，我看过了啊，一只佛手啊，他们做真的，做成像摆在这个作为装饰品，还有很多佛头，佛的头像。我在新加坡吧，还有一个人送一个盒子，送个礼物给我，我打开一看是佛头。现在很多外国人拿这个在客厅里面当装饰品，这个都是属于触佛身血啊，大不敬啊。那要是遇到这个佛的头像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我们把它造一个身体配上去啊，
这是正确的。啊，在中国啊，这个像敦煌、云冈这些石窟，啊，一些外国人，啊，中国人现在也是不知道啊，啊，认为那是艺术品，整个佛像他带不走啊，取他的头，取他的手，啊，带回去，啊，当地人为贪小利，啊，去盗取。这个是很重的罪过，啊，决定不能做的。第四个问题，他弟子在念佛时，脑海浮现佛像，这时应一心专注佛号，还是顺其自然？啊，顺其自然，不要放在心上就好。啊，如果你老是想到这个佛像呢，那你就专注佛号。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读《见贤思齐》一书，广化法师著的，其中有一节谈到戒律，说杀盗妄语这三条戒不开源，但是淫戒呢，在某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开源的。这个说法有问题啊！广化法师，我跟他很熟啊，他确实是研究戒律啊，但是不可以这样说法啊。五戒、八关斋戒，通通有开源。啊，五戒里头有杀盗淫妄酒。啊，八关斋戒呢，那就更多了。啊，在大乘教里面，啊，在这个教义上讲，每一条戒都有开源。啊，是开戒吃饭，啊，是通每一条戒的。并没有说哪一条戒，没有开源的，没有，通通都有，啊，在某一种情况之下，啊，这个你要去研究戒经，啊，研究戒律，你就明白了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以及佛在经里面，跟我们讲哪些情况之下的这个开源。也都说得很清楚，啊，可以多多去看。第六个问题，有人说每天念佛要念几千声、几万声才有用，但如何能专注念佛，又能知道自己念了多少？这个计数念佛是一种方便法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让自己的这个意志能集中，啊，减少妄念，因为有妄念，你就不记得了，啊，所以计数念佛了，在初学上讲着很管用处，啊，念熟了之后妄念很少了，就不要计数了，啊，不要计数呢，得计时间。你比如你一天念几个小时，啊，大概几个小时啊，自己也很清楚念多少声佛，啊，用这种方式，功夫得力不得力了，不是念佛念多少声的问题，啊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一心专注，这个就行。再给你讲的明白一点，你心里头真的有佛，那叫念佛，口里念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真有。到临命终时，
生念一念决定得生。啊，如果说一天纵然念个几万声，心里没有福，心里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是非人我，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了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一天念个十万声二十万声都不管用，那为什么？心里头没有啊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啊，心里头真有佛，真有佛，这个世间世缘呢自然就淡了，放下了啊，念念呢跟阿弥陀佛都相应的啊，这是真念佛人。第七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在十多年前打死过一条蛇，儿子在四岁行动时有异啊，经常失控，听法师说那个被杀的蛇附在儿子身上，请问如何化解？这个有这个可能啊，你要跟你啊，被你打死过的那条蛇，你要超度它啊。那么最简单的超度方法，用三十七念啊，将自己这个念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啊，化解这个冤业。绝大多数他都能接受，他离开了，那么你身家都平安了啊。所以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这个三十七年当中啊，遇到有这样的法会，你可以参加给这个蛇立牌位啊，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啊，做这个法会，把功德给他回向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落难的时候曾经跪在黄大仙面前许愿，并说每一天必到庙前呢敬拜，但现在每一天来佛堂做早课，没有时间呢去拜黄大仙，弟子不知道啊，弟子知道神仙不可欺，若不守诺言呢，黄大仙是否惩罚弟子？你到佛堂来念佛呢，哎，我相信黄大仙一定也很欢喜啊，不至于惩罚你啊。不过你跟他过去这个缘分呢，你要在念这个每一天念佛啊，都要给他回向，像回向自己冤亲债主一样啊，给他回向就好。第九个问题，就是不小心把念佛机啊放在棺木里一起火化，这算是触佛身学吗？如何补救？这对于亡者不利吗？这个没有关系啊，念佛机现在很普遍啊，也很容易得到，不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啊，这个火化对亡者没有什么不利啊，这个亡者们听念佛机，用念佛机听念佛了啊，这个念佛机他也带走了，我想也是一桩好事情。但是无意可以，不可以有意把这个念佛机让亡者带走啊，那个不可以的啊，无意没有关系，无意是过失啊。底下一条，他弟子身体某处不舒服，用大悲咒啊，大悲咒的
贴纸，贴在病痛的地方，贴后好了很多，这样如法吗？这个，这是感应，啊，说明，这个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，他是用水，啊，把这个爱，啊，感恩，贴在这个水瓶上，啊，那么你现在是把身体当作水瓶，你贴在这身体上啊，会起同样的作用。啊，如果说更殊胜的作用呢，贴上这个大悲咒啊，要发大悲心，那你的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啊，发大慈悲心啊，帮助苦难众生啊。那像我今天也没有钱，也没有地位，也没有势力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念佛方法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就像宗教里面呢，啊，为苦难众生祈祷一样，啊，这个是大悲心的流露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三十心念排位是否可以叠在一起放？”这个。排位要是叠在一起，我看到曾经看到过放在一个盒子里面，那么你要想一想，排位是很多很多众生众灵在那里啊，你都叫他躺在那个地方啊，把他挪在一堆，我相信他挤得也很不舒服啊，就这个道理啊，一定呢要给它立起来啊，立起来如果太多了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过去我在新加坡居士林那个方法就很好，他们排位很多啊，他一排一排的，也都贴出来，一排它有架子啊，架子两面都可以贴啊，那就贴很多了啊，他十几排可以放在一起，啊，但是他一定是站着在那里，而不是把这个写的牌位啊放在一个纸盒子里，啊，放在一个抽屉里，这个不好，啊，总而言之呢，佛教我们一起恭敬，啊，恭敬心去处理就对了。世间法也如此，你看《礼记》打开头一句，去礼曰无不敬啊，对于万事万物天地鬼神都要有恭敬心啊，这个就对了。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啊，第一个，请问如何理解末法时期啊，这个相法、正法、末法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啊，也就过去他老人家啊这个教学的时候他说出来的啊，绝对不是法由正向末，不是的，而是人的根性啊。古时候啊，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人心社会也都淳朴啊，人心善良啊，社会风气淳朴啊，修行人容易成就啊，一千年之后呢，啊，这个社会人心呢，跟从前比不上了。
啊，就差很多。啊，依照持戒这个方法的时候，不能成就。啊，这才用修定。啊，但是再过一千年，就2000年之后呢，那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。啊，我们不要跟古人比呀。诸位如果冷静想一想，啊，就用香港来说，今天香港社会，香港的这个人心，跟30年前香港人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体验到的。我30年前到香港来讲经，在香港住了4个月。啊，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比现在好啊，无论在思想言行啊，举止跟现在都不一样啊。这个市面上虽然有广告啊，这些话广告话没有现在这么多，啊，也没有现在这个诱惑人，啊，这个一对比的时候是强烈的一个差别，啊，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确确实实伦理道德没有了。啊，科技是在进步，啊，人性呢被蒙蔽了，啊，从这个人的习性来说呢，那是一世不如一世，啊，中国人讲一世是30年，啊，30年是一世。啊，所以是这个叫末法时期，啊，所以末法不是指的法，是指的人，啊，现在人心浮气躁，啊，不要说学佛不容易成就，学世间法也不容易成就，啊，道理就是此别，啊，所以佛说末法时期只有修净土还行，啊，这个法门之外呀。那都要心地清净的真诚慈悲呀，啊，才能有成就。啊，何况每一个法门，它的依据的经论都相当的庞大。净土宗的经呢是最少的，5经1论，啊，很适合现代人，啊，所以这个佛说末法时期修净土啊是非常有道理。第二个问题，是如何断情欲精进修持。这一桩事情呢，问得很好，很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情欲这一关不能突破，念佛都不能成就。啊。那要怎样去断？一定要明理啊！你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你就晓得它是有害啊，没有利呀、啊！啊，中国人所谓的是“有百害而无一利”，你还敢碰它吗？
啊，佛法戒律里面两条最重的，一个是杀生，一个就是淫欲。这两条沾到一条，把你所有功夫都毁掉了。啊，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呢。啊，修行决定不止是这一生一世。你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，佛法里头遇到正法，可不是个简单事情。啊，决定你过去生中修过佛法，啊，这一生呢，你才有这个缘分遇到。遇到才会有兴趣，啊，才会生欢喜心，都不是一世、二世、三世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啊，要照《金刚经》这个经义来讲呢，啊，我们今天每一位同修，啊，纵然你在这个讲堂只来过一次，只听过一次经。听得很欢喜，都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啊修集的善根呐。啊，那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大概就是一个是杀业，一个是淫业。你犯了这两条啊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啊，你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。不过啊，哪一天这两门功课及格了，你才能够解脱，你才能够向上提升。啊，这个理事不可以不知道。第三个问题，这政府支援经常被安排做接待，啊，心中无奈，请问应如何是好？这个安排接待也是好事情啊，为什么感觉到无奈呢？啊，接待的时候正好是弘法的时候啊，啊，我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啊，有一次回到中国来，啊，在北京住在国际饭店，啊，国际饭店我只住那么一次。下楼梯的时候，在楼梯上啊，碰到美国一个朋友，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美国，啊，他的儿子结婚。那一天结婚，新娘是日本人，啊，这个日本的女孩子在北京大学念书，啊，跟她儿子同学，啊，所以那天举行婚礼，在楼梯口上看到我了，一定要拉到我去做证婚人，啊，我就问他的时候，当然你一定有证婚人嘛，啊，你总不能说临时再拉一个嘛，哦，他告诉我，他请。政协副主席陈思远啊，请他做证婚。那现在碰到我呢，把我也拉去，在这个证婚台上，两个证婚人，一僧一俗。啊，陈思远，不晓得同学们知不知道？大概从前有个电影明星叫林黛，啊，这个印象应该很深。林黛的爸爸，啊，那么那一天的宾客呢，是这个日本大使馆的，日本这个在中国经商的很多商业上的巨子，还有中国政府的官员。他告诉我说：“好，我立刻就答应了，啊，因为这个证婚呢，要上讲台上讲几句话，10分钟。”
我十分钟讲佛法了，他们怎么会听得到呢？啊，这听到之后皆大欢喜啊，这好事情啊，啊，好机会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要能掌握住，啊，好机会，啊，能什么叫佛法？啊，他一看到我这个身份长在台上嘛，那我总得三句不离本行嘛，啊，学佛，佛是什么？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几句话，很起作用，啊，所以是，没有一桩事不是好事。希望记住啊，我常常讲的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啊，就看你怎么样用心。啊，你怎么样去表达？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政府啊，你的上级给你安排的接待，不必回避。啊，欢欢喜喜的把这工作做好。第四个，请问在家、出家、修持有何分别？没有分别啊，修持没分别啊，弘法有分别啊，出家是好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出家是专业的老师啊，在家也可以做弘法利生工作，是兼职的老师啊，他不是专业的，差别就在此地啊。那么在中国这么多年来，出家人弘法，在家人护法啊，护持道场，护持正法啊，除这个之外没有差别。底下一个问题说，自己想出家，但若出家又会对家人影响很大，应如何是好？那我劝你还是不要出家啊！为什么呢？出家很不容易啊！记住古大德有两句顺口溜啊，啊，现在叫顺口溜啊，有两句。地狱门前僧道多，你要能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就想想要不要出家啊？要出家呢，就学释迦牟尼佛，学祖师大德，没问题，出家好，无量功德啊。如果不像释迦牟尼佛，不像祖师大德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世诸一粒米啊，大如须弥山呐、啊，今生不了道啊，披毛戴脚环。啊，今生不了道，要堕三途啊。三途罪受完了啊，便出生还债呀、啊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。学佛如果是一心想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，不用出家了啊！这个对于想出家的同学要好好去想想啊！今天我们这几年来讲的太多了啊，不但是出家，就在家学佛都要从扎根教育学起啊，这个《弟子规》儒的根啊，中国传统的根，《感应篇》道的根，十善业佛的根，这三个根要扎牢啊！如果出家呢，还要再扎个根，沙弥律仪。
这四样东西你都能落实，都能做到了，你才是好出家人。如果做不到呢，问题很严重啊！啊，所以要出家去先学啊。那么最好出家呢，在没有出家之前，先学经教，啊，把佛法真的搞懂了，啊，如果真有兴趣，我们一生呢，啊，来像佛一样，啊，一生从事于多元文化教学工作，啊，讲经教学，啊，万缘放下，这个可以。你说出家之后再学很困难，出家之后不好学啊！你在一个道场，你一个人学得很精进，别人没有学的时候啊，他看不顺眼啊，看不顺眼什么就没有法子供住啊，你就得走路啊。我过去在台中学经教，李老师跟我讲过好多次，不止一次。啊，说你将来这个出家讲经，讲得不好没什么关系。如果讲得好了，你将来走投无路。啊，老师告诉我的。我这一生你们都知道啊，真的走投无路啊。没有一个寺庙会容纳我。还好有一些听经的居士们呢，啊，他们来帮助啊，我这个56年来还没有卧处，没动处啊，三宝加持啊，护法的照顾啊，老师的话完全兑现了啊，所以学讲经没什么好处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可是怎么样的苦要受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讲啊，待众生苦啊，众生受的苦难太多了，我们吃点苦都是待众生苦啊，希望众生呢那个苦能减少一点，那我们能够多承受一点，你得发这个心才行啊！啊，不发这个心呢，最好不要出家。啊，要真出家了，要记住世尊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一定严持戒律，不怕苦。啊，真的是吃人家不能吃的苦头。人家不能忍的耻辱，这个才行，才能有成就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发心，不管呢任何病痛来临，都坚持不吃药、不去医院，只念阿弥陀佛，可以吗？”这个要看状况，看情形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啊，佛在经教里头也没有给我们这样说法。啊，有病还是要看医生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学佛的人懂得。啊，病是生理心理出了麻烦啊，心理里面呢，那就是三毒烦恼，贪嗔痴慢，佛讲啊，这是你心理里面
带着的毒素。这个毒素啊，如果传染到身体，那你的器官、细胞就感染了病毒。啊，那治疗的方法呢，最好是身心两方面。啊，夜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，好好培养你自己的真诚清净慈悲心，那对你的病况是有很大帮助。一要是助缘啊，所以正助双修啊，啊，那你这个病就很容易好啊，身体很容易恢复健康。啊，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决定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啊，那么现在有一些严重的病，那也得看缘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的这个好的医生越来越少了，啊，再有一个呢是药有假的，这太可怕了，这叫末法了。啊，从前人学医，他的目的是救人，现在人学医是赚钱，啊，在美国三个行业是最赚钱的。医生、律师、会计师，啊，这个在学校都是热门功课啊。学生就去读这个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容易赚钱。啊，他不是救人的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最好怎样呢？最好是像中国医学里头所讲的。如何能够啊保持自己不生病？啊，这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对于饮食起居要注意。啊，这是讲啊卫生的。啊，生理卫生的。情绪要好。不要让自己去找无谓的烦恼，啊，放下的越多，心就越清净，啊，身心清净就不容易感染疾病。啊，古时候中国医学是讲长生呢，讲不老。啊，讲的时候防止疾病呢，啊，不是治病不重要，重要是防止疾病，啊，不生病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老法师讲习中说，宇宙是一时顿现。众生是众缘和合而起的现象，请问一时顿现与众生和合是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我不在此地答复，在此地答复两个小时讲不完。啊，我在讲经的时候讲的很多。啊，在这个讲经的光碟里面，你去找，啊，或者是你到。柜台里面去问他们，啊，我讲这两个问题的时候，不只讲一次，《华严经》上都讲过几次，啊，你可以拿回去多听几遍。第八，
八个问题，第八个问题啊，在家居士称呼在家居士啊，助念团长为师父如法吗？可以。啊，不但是在家称在家为师父，我们是出家人。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，我也称他做师父。我跟他学经教啊，那他真的是我的师父啊！啊，用佛教里面称呼呢，称和尚。和尚是亲教师，啊，他亲自指导我，啊，我们称他是和尚，啊，这是绝对正确的，啊。这个一定要懂啊，这个称呼的意思要懂啊，又何况在家对在家，哎，只要他指导你的时候都应该称老师。在亡者往生后不到八小时，有人用内功在亡者身上从脚下一直往上推动至头顶，意思是助亡者神识早日从体内脱出。请问这是真的吗？对亡者有影响吗？最好不要用这些啊。为什么呢？除非是亡者学气功的，他要不学气功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会很厌烦，他厌烦就会起嗔恨心啊，那临终起嗔恨心就会多卧倒啊，所以这个不好啊。人在临终的时候让他安安静静啊，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啊，念佛是提醒他，希望他跟着念啊，希望他想到啊这个求生净土啊，想到啊亲近阿弥陀佛啊，用意在此地啊。作念都不能碰他的床铺啊，不但是人不能碰他啊，他那个床铺都不可以碰他啊，他都会生烦恼啊。人在那个临命终时也相当的敏感啊，这个是赤宗须知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。助念中有人见到亡者坐上莲花往生，请问这样能证明亡者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吗？可以这样说，如果见到佛来接引啊，当然最好是往生的人还没有断气之前告诉啊，这个身边这些人，佛来接引我了，那是百分之百往生啊，那个一点都不错啊。他没有说这个话，看到这个瑞相啊，也可能是往生啊。他想告诉你，他已经断气了啊，想告诉你佛来接引他了。他已经断气了啊，或者是他没有这个体力了，有这个情形啊。总而言之，这是很好的瑞相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弟子发觉在修行中难以保持初发心学佛的诚心和热情，甚至有一种悲哀，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障碍吗？是障碍啊！这不是你一个人，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！佛门里头啊，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，初发心啊；学佛二年呢，佛在天边。”学佛三年呢，
佛化云烟就没有了。啊，学到后来呀，就变成老油条了。啊，这种人太多了，要不然不是每个人都去做佛去了。啊，就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啊，李老师以前告诉我们，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，两三个而已。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退心退得多啊。啊，那么这退心，不外乎两个因素：第一个，自己烦恼很重，对，业障重；第二个呢，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太强。所以真正学佛啊，出家不出家是无所谓，真的要找一个很清净的环境去修，对自己决定有帮助啊。离开都市啊，越远越好啊，这个对自己会很有帮助啊。那么在家也可以住茅棚啊，也可以到很清净环境里面去念佛去啊。所以在家同修啊，建个居士林，建个茅棚非常好啊。我在没出家之前跟参圆法师住茅棚，那真的是茅棚啊，山上砍几根小树做柱子啊，用竹子编成围墙，竹子墙啊，用一点水泥抹起来啊，上面盖的是茅草啊，住那种茅棚啊，五个人在一起修行啊，在一起念佛，三个出家人，两个说我是很年轻的，另外一个老居士朱金州老居士。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啊，在一起共修啊。那个山是个荒山，没路啊，没有水也没有电啊，生活很清苦啊。旁边地多嘛，自己种一点菜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一切随缘了缘，是否太昧人情？”这个是你不懂得什么叫随缘啊，什么叫了缘，你更不懂了。嗯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随缘，释迦牟尼佛真的是了了缘。他是不是不近人情？任何人亲近他，他都非常热忱接待啊，热忱的教诲，从来没拒绝过啊。这叫随缘呐！啊，你要真的不懂呢，你早晚照照镜子，镜子随缘。你看，你笑他也笑，你哭他也哭。啊，你有动于衷，他无动于衷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用心如镜，那叫真的随缘。啊，真的是了缘。啊，真的要懂得。啊，这不是说事上、心上。心要清净呐，啊，这才能随缘呐。早年我讲经讲过，啊，我讲过这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啊，不变随缘就是镜子，啊，那什么人，诸佛菩萨。法身大师不变随缘呢，不变不随缘呢，
是阿罗汉，他是不变，但他不随缘。啊，随缘不变是菩萨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就是随缘当中学什么呢？学不变。啊，不变里头，就是不要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无论是在家庭、工作、应酬，都可以照常。啊，心地清净，啊，尤其这些环境都是修清净心的。啊，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执着，还有没有分别。如果有执着、有分别呢，要赶快念佛。啊，佛号一提起啊，分别执着就打掉了。啊，这个法门好。真正佛用得上佛号是在这些地方，啊，不是平时拿着念珠念几百声、几千声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、工作啊、待人接物，啊，这个念头一动呢，啊，好像生七情五欲，啊，生欢喜了，或者生讨厌了，这种念头也生起来，阿弥陀佛。这就佛号你真会用上了，啊，永远保持着心地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啊，那么你的人缘非常好。老佛法讲法缘殊胜，啊，心地清净光明，福慧增长啊，啊，这个佛法就才有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啊，学佛不会学的不通人情，啊，学的的时候这个缘都没有了啊，人缘法缘都没有了，那错误了。啊，那么随缘随着变凡夫，啊，六道凡夫是随缘随着变，嗯，底下一个问题。所以有人在问弟子问题时，弟子都能达到对方心里话，啊，说话呢也能说到对方，请问这是为何？你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还没有契入境界。如果真的契入境界了，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。啊，那么你答复别人问题，是属于你的经验、你的判断。哎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啊，所谓是。七八不离十，啊，你不是真的功夫，啊，真的功夫，你不会提这个问题了，啊，你还应该努力，啊，能够有判断的这个能力，啊，已经很难得了，啊，继续努力了，这是好境界。啊，第十四个问题，曾听说。染头发恕不孝父母，因为父母给我们是黑头发，请问烫头发也是一样不孝顺父母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啊，你的头发本来是直的，为什么把它烫得弯弯曲曲的？啊，外国人那个头发弯曲，它天生的，它是那个。那么你要学他那个样子，换句话说，你讨厌父母，父母为什么不给我生玩头发卷头发啊？所以从不孝上讲啊，能讲得通啊。
要保持父母给我们的原状，这是孝顺。啊，改变这个样子就不好了。啊，那么同时对毛发对我们身体有伤害，你要改变它，决定是有伤害的。第十五个问题，人在断气后进行抢救无效，在这种状况下坚持8到12小时后再穿衣服还管用吗？只能说坚持到8小时到12小时还是有好处啊。这个抢救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啊，医生都知道啊，我们也曾经参加助念呢，送往生，到人断气的时候医生就问要不要抢救，抢救很痛苦没效啊，所以你医生会把这个情形告诉你啊，那你需要的时候他就给你做，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很赞成啊。所以人这个抢救的时候决定有最严重的伤害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痛苦，痛苦就生嗔恚心，嗔恚心一起来的时候决定是往卧倒去的啊。所以这是很多人无知啊，不懂啊。啊，这些常识啊应该要晓得啊。第十六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在一个道场父亲写往生牌位，但代币人呢写错了名字，又不肯帮忙改回来，请问应如何是好？这个你写牌位的人他不肯给你改呀，你去问他当家的吗？问他主持吗？啊，请他帮忙吗？啊，他会替你改正。底下一个问题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而无量无边诸佛菩萨阿罗汉等圣者，甚至耶稣和穆斯林，是否也各自有他们的净土？佛在经上说，心经则佛土经，不但耶稣和穆斯林，在佛眼睛当中呢，他们也是本来是佛。他们心性里面呢，还是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平等的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他什么时候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是佛。啊，那么在他那个宗教里面不称佛也行，他们称圣灵，他们称先知啊，称先知称圣灵呢，相当佛教里面称菩萨。化身菩萨就是佛啊，这个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太多了啊，化身大士就是佛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对任何宗教甚至任何的学派都不能轻视啊，
都要知道。中国传统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啊，要肯定啊，不管他信什么宗教，不管他是什么族群，人心本善啊。佛告诉我们的自心本觉啊，本觉就是佛啊，所以应当要尊重啊，应当要礼敬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所谓魔鬼，请问魔与鬼有何差别？魔跟鬼不一样啊，魔是一道，鬼也是一道啊，在六道里面有鬼道，有没有魔道呢？有，魔比鬼高啊，魔道是介于欲界跟色界的当中啊，有人说欲界第六天就是魔天啊，魔王啊，可见的他福报大了啊。这个魔的是他喜欢折磨人，喜欢捉弄人啊，不能得罪，得罪说报复心很强啊。就佛经里面讲呢，阿修罗、罗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。那么也有人说是他是在啊桃花自在天更上一层啊，在这个初禅下面啊。那么这是魔王啊，他们住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有差别。魔摄于哪一道众生？他在天呢，那就属于天道；他在人间呢，就属于人道。啊，他在恶鬼道呢，就属于鬼道。啊，应该是，就像那个阿修罗一样。地狱道没有啊，这个色界天跟无色界天没有啊，欲界天有啊。魔是否也有自己的领土？有，因为它有分别，它有执着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啊，应当有。没有离开分别之处。这最下面呢是网路同学啊，他们有11个问题啊。网路同学提问的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回向才算是不欺骗佛？老法师说要真诚慈悲忏悔心来念回向偈，但因业障故不能真正明了，应该如何发真诚慈悲心？若念回向文时尽量保持一心专注，不令妄想夹杂，是否如法？如法，你就这样念就好啊。这个真诚慈悲心也不是一下就发出来，我们现在是妄想当家，烦恼做主，在烦恼里面有个一分两分的诚意就好啊。慢慢的呢，要把我们的诚意从一分两分呢逐渐向上提升啊。妄想分别执着呢是逐渐逐渐减少，这个是一般修学正常的现象啊。
最重要的是要有进步，锲而不舍。啊，那怕的是什么？怕是自己守不住啊，他会退转。退转，那就是真诚、清净、慈悲心下降，烦恼习气往上升。啊，这个现象就不好了。啊，但是这种现象很多，我们常常看见。啊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能一天离开读诵听讲，这个方法有效果。啊，我当年学佛，跟李老师发心讲经，啊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，烦恼习气太重。啊，就是念佛，不行。会堕落啊！你是这个静坐也不行啊，所以我就学讲经，讲经你要准备啊，你得很认真，你要准备不够充分呢，那你上台就下不了台啊。所以我早年讲经跟大家讲啊，我是做学生的。不是讲经的法师啊，你们要知道啊，下面听众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见学，你们来督促我啊，我不能不用功。我讲的是实话啊，这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我这种根性就得用这种方法啊，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啊。每一天没有离开经教，天天要读，天天要讲啊！不但是在讲堂里面讲啊，对大众是讲啊，来一个人给我，我就给一个人讲；来两个人，两个人讲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马路上碰到人的时候，我也给他讲几句啊，机会教育嘛。啊，从来没有舍弃啊，所以烦恼啊，年年轻啊，月月轻啊，智慧年年长，月月长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啊，56年呢这样走过来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请问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辨别一个人修持功夫？如果一个再来人，他视线负面的角色，总让别人造口业，也算是巧妙度化众生的因缘吗？我们老祖宗教我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没有叫我们了去看别人啊。你要想怎样辨别哪个人修行有功夫没有功夫，与你自己不相干，你不会有进步啊。应该怎么学习呢？看到别人善行，我想想我有没有，我应当向他学习。看到别人做出负面的呢，想想我有没有，我有的是要改过啊，不能有他的过失。那么正面负面对你都是善知识善财童子53参，一生圆满成就，就是这样学出来。没有一个人不是老师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善知识。你是再来人呢，全世界所有人统统是再来人。哎，他视线正面视线负面都是来教我的，都是来给我看的。我们要以尊重的心，敬爱的心啊，
真诚心向他学习，哪有不成就的啊？不是说哎呀善才很幸运的，他能遇到那么多善知识啊，我们跟善才不差，不差过他，但是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那么多善知识不认识，都空过了啊，这个不能怪别人呢，只怪自己啊！啊，所以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这句话太重要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：常听净土法门有正住双修，啊，那对于一门深入、常时熏修的人，还需要什么助修呢？到功夫得力的时候，正住双修是一啊，正住不二。但是在初学的时候呢，那个正住是很大的差别啊。那哪是助修呢？今天奉劝诸位同学的要扎根，扎根是助修啊。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，这是足修啊。有这个根，你在净土取一部经典啊，这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你决定成就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根，你不会成就。为什么呢？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做佛？啊，现在学佛的人这么多，成就的人那么少，原因在哪里？疏忽了根本法了。我们的老祖宗、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，哪一个不重视根本？啊，根本的教学是从胎教啊，最重要学习的这个时间是在三岁之前啊，这是我们失掉了，不能够怪父母啊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上佛讲得很清楚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可怪也。我们要懂得啊，中国传统教育丢掉至少一百年了，一百年的时候三四代了啊，所以不能怪父母，不能怪祖父啊。那么这个丢失有丢失的因缘啊，中国满清亡国之后啊，社会呀一直是动乱不安啊，军阀割据啊，接着这日本人的侵略战争，八年抗战，整个社会大乱啊。我是生在抗战期间，天天逃难呢，啊，想教没法子教了，逃命要紧啊，啊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那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啊，还有这样的安定的一个环境。我们要认真努力补课啊，以前没有学好的现在来学补课啊。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，就是做这个工作啊。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
一起学《弟子规》啊，不是专教小孩啊，小孩要教，大人呢，大人没有学要补课啊，所以产生了效果啊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，这个叫作修啊，所以这基本东西是属于作修啊。你看这个佛家讲戒定慧，戒是作修啊，定才是主修啊，那慧是目的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果实才能够收到。第四个问题，如何保证修行人在大昏睡中免遭磨难？这要定功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讲大昏睡里，昏睡是无明啊，无明状况之下了，自己没法子控制啊。哎，这就好比一个人做噩梦啊，他无法控制啊。哎，那怎么个修法呢？要修真诚清净慈悲啊，只要真诚清净慈悲不断往上升呢，噩梦就没有了。下一个问题，他请问佛门中是否也有生肖相克之事，应如何化解？佛门里都没有啊。这个相克相生呢，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。为什么会有呢？你有分别执着，它就有。如果你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还是放下的好啊。第六个问题，它说我们身体都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，这些细胞啊，是由灵知、有神识、有自信的，就等于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无量的灵体。那我们在破我执啊，做利他而不利己事情时，是否对依附自己身上这些众生不利？你的想法太狭窄了。身上不错，是如你所想的，每一个细胞都有灵性，你善他们跟着你心善，你造恶他跟着你造恶，他决定跟你是一致的啊，他不会跟你相反的啊，你带头啊，所以你要能够啊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你身上所有细胞都跟你一样，所以你的身体健康，你的精神饱满，道理在此地。如果是你做利他不利己的事情，他们都反对了，那你一发这个心呢，这些细胞也反对，那你就生大病了，你就做不成了啊。他们又何想不愿意修行呢啊，实在讲啊，也想早一点成佛了，也想早一点解脱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带动。啊，每一个细胞跟我们都能配合。啊，就身心健康。啊，精神愉快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在家学佛，近日想摒弃外缘，全心修持三年，提升道恨，再出来利益众生。以目前经济能力，如果极为节省呢，勉强维持三年道粮。请问，这种情况之下是否还应布施？啊，弟子是为了帮助众生先度自己，积蓄道粮，
是否算贪恋？这个贪恋不贪恋啊，我们可以放在一边。问题是，你能够把工作放下，好好去修3年，你到哪里去修？缘很不容易遇到啊。啊，真正发真诚心，像过去玄奘大师一样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光大遗教啊，会有感应。啊，如果不是发真正菩提心呢，你还是感情做主，那个感应就很困难了。啊，没有感应，你找不到助缘，谁来帮助你？啊，修行弘法都要靠护法了，啊，谁来护持？啊，没有人护持，你无论住在哪里，你住得不安，啊，心安道才隆啊，你心不安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除去3年稻粮，佛说，财物是无家所有，你未必能保得住啊。货币会贬值啊，你估计的3年，可能1年就花光了。啊，所以我劝你还是随缘，不必去执着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经教。啊，研究经教的目的是看破啊，啊，看破就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佛法的真相，世俗的真相，你都能够通达明了，你就知道该怎样做。啊，所以经不能不读啊，教不能不听呐。啊，如果不是这样重要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何必啊讲经教学49年呢？啊，我们从这里想想，就应该体会得到。底下他问《华严经》说：“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。”请问《弟子规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然后再修学大乘，这说有行不？但要怎样学习才能圆融？学习是行不，运用的时候是圆融。啊，你看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，处世待人接物，有没有违反弟子规？有没有违反感应篇？有没有违反十善业？整个圆融在生活当中啊，啊，学是要分开来，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学啊，啊，但是在你应用的时候，是圆融。啊，那如果你这个基础东西不学，
你永远不会圆融。啊，你把《华严经》讲得天花乱坠，啊，倒背如流，你也不圆融。啊，为什么不圆融呢？头一个，你会很傲慢，啊，觉得很了不起，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。啊，别人叫你，你可能理都不理人。啊，《弟子规》上那些事，你都不会做不到。啊，你认为那个是小学生的，不值得，啊，不消一提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所以起凡事。起头难啊！啊，无论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乃至于学世间法，基础教育重要。啊，中国在这个五千年来，代代有高人出来，没有别的，基础太好了。啊，真实的基础。这个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根了。啊，那现在我们要什么有坚固的根、清净的根，我们在佛法上就决定不能有成就。啊，那个可见的这个基础教育重要。啊，基础教育。要真能学得好，还是要一中靠中，自己一个人搞很困难。要上学 啊，那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学校，啊，在汤池办的这个中心，啊，是我们传统文化教育中心。你到那边去学个两个月三个月，学个半年，能有时间呢，最低限度去学半年，一中靠中啊，你才真的有根啊！啊，半年先开始学，啊，学三个月。把它做到，然后再怎么再去教学，到每一个村庄、每一个人家去教，你的根就真正扎到了。教学相长啊，你从教学里面呢，你才真正体会到啊，这个经文里面的意趣啊，你没有亲自去教啊。不扎实啊！汤池那些老师有这个经验，哎，亲自去教跟没有去教不一样啊！特别是想在佛法里面深入的啊，一定要经过这个经历啊，没有这个经历的话。你的基础不稳固啊，所以这个课程不是叫你背的，不是叫你讲的啊，是要叫你啊，把这个360句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你这个根就扎深了啊。无论说。什么法门，儒释道都可以，啊，你肯定有戒出的成就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如果能立言语文字心原相听经闻法，是否任何人讲经、任何文字、任何经缘都可以接触？是的，但是你做不到。这是什么人呢？能够立
言语文字心原相的，在《华严经》上讲啊，初住菩萨以上啊，明心见性的人啊，这一离就明心见性了。什么人讲经说法都行啊，你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这就不行啊！你还执着有我、有你、有他，这不行啊！哎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”，你通通具足，你什么都没离开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说这个话，《起心论》是对谁讲的？初住菩萨啊，初住菩萨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，他要不离啊，他就没有真的初住啊，啊，他还是在实性菩萨里面呢啊，实性菩萨干什么呢？学着离，离相啊，不是一下就离得了的啊，就是先在这些方面呢，把我们的自己的执着把它淡化啊，一下离离不掉啊，总是啊轻这个执着的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啊，逐渐逐渐淡化，到最后果然不执着了，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。但是阿罗汉虽不执着，他还有分别啊，分别没有了才是菩萨境界底下一个问题，弟子职业为渡船上的导游，身为佛家弟子，本人职业是否有违门规，并造罪业？那看你用的是什么心，你要用的是救人救世的心，好事情啊，赌场就是道场啊，赌徒是迷惑颠倒可怜众生呢，你要去帮助他啊，碰到他们要告诉他十赌九输啊，啊，这个赌博这个赢的机会很少啊，啊，那个真的赢了的时候灾难就来了啊，为什么呢？不义之财，不应该得的了。啊，你们看看全世界，哪个人靠赌博的时候发大财的？啊，开赌场。是好像是不错，你看赌场有没有好后代，开赌场有没有好的报应，你就明白了，你开赌场害多少人啊？佛家讲的冤冤相报啊，你害的这些人，这些人讲的都要都欠钱的掏钱啊，他如果说是自杀了死了，还要向你逃命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干这个行业就是欠钱欠命，你这一世干的不少，你要多少生多少世你才能还得清，这想想就可怕了啊，
人都想发财，啊，财怎么发呢？财布施，越施越多啊。啊，我是从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很早教我，我跟他没有多久，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教给我。啊，财布施的财富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啊，他教给我的，我就真干了。啊，确实把自己的命运转过来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命里头没有财库啊，啊，这财库空空啊。啊，我们香港李嘉诚先生那财库是满满的，啊，他的一个顾问陈朗先生告诉我的，啊，我也是陈朗先生的这个介绍啊，跟他认识，啊，陈先生前年过世。也是80多岁，啊，那时候我们也常常在一起，啊，他也常常看我的观点，啊，告诉我，啊，李嘉诚先生30岁的时候刚刚起家，啊，他们偶然遇到的时候，啊，他给他看相，陈老先生。看相、算命、看风水，很高明的人，啊，就问他，啊，他说你将来希望能有多少财富啊，你就能满足了，啊，心满意足了，啊，这李嘉诚告诉他，我有3000万就满足了，啊，陈老告诉他，他说命里面的财库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啊，他们这一认识之后，这个陈老就一生呢都是李嘉诚的顾问。啊，什么事他就向他请教。命里有啊，命里为什么有？前世修的，前世修的才不是啊。啊，这个是有因的。啊，那你现在做什么生意，干什么行业，那是缘。有因有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你命里头没有，啊，你也去跟他做同样的行业，人家赚钱你舍本，我说你命里头没有啊，这个要懂这个道理。道理明了之后啊，你对别人是做官发财不会羡慕。我说那前世修的，啊，我比如说前世没修嘛。不要紧，这时认真努力修，来世我就有了。他这时在享福啊，享果报啊，享完了他不肯修，他来世就少了。啊，不能说他没有，他逐渐减少，那我这里逐渐增加。啊，你懂得修吗？啊，如果学佛，那就更明白了。啊，知道怎么修。啊，知道哪个地方是福田。真正福田会有一本万利，那甚至于一本亿万利，那大福田，哎，你就认识了，你晓得怎么做啊？所以这个是无论哪一个行业啊，真有智慧都是好道场啊，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幕后一个问题，现在有些社会上宣传公益方面的光碟是有版权的，啊，又因为现在盗版的比较多，
我们买正版的买不到。啊，如果想买此公益宣传方面的光碟呢，作为一个学佛的弟子来说，买盗版光碟算不算犯戒？是否帮助盗版者一起逃漏过税？大乘佛法，论心不论事。小乘佛法了，论事不论心，在讲戒律。啊，所以大乘戒跟小乘戒不一样，小乘戒是斤斤计较在思想上，大乘戒不在思想，大乘戒讲存心。啊，你存心是善良，自利利他，就没有过失。那就叫戒律有开源，如果是为自私自利，那就有过失。啊，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哎，你才能谈得上持戒呀。你不懂这个道理，那戒律就把你像绳子一样把你捆得动都不能动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戒律是活活泼泼。啊，活活泼泼的。我在前面跟你讲的时候，我被人拉去当做证婚人了。啊，拿去了酒宴里面，他也没有给我准备素菜，临时拉去的嘛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吃肉边菜呀。啊，他有酒啊，那么多都是有身份的人。啊，所以我也喝一杯酒啊，就一杯。啊，他们来给我干杯，我表示一点意思。啊，这个不犯戒啊。啊，同时这就告诉他了啊，学佛，学佛酒是重戒。啊，但是酒戒什么？只要你不喝醉，劝大家了。啊，不要喝醉啊，伤身体啊。啊，说醉就迷惑了，就造业了。啊，都是机会教育嘛。啊，这肉边菜可以吃啊！啊，六祖吃肉边菜吃了15年呢。啊，什么都随缘，一看到学佛是这么样随缘，这么自在呀、啊，那我们都可以学了。当场就十几个人表态，这我们可以学了，这利益众生嘛。这不是为自己吗？啊，所以为利益众生开源。啊，如果为利益自己，自己想吃，啊，不好意思叫人家请客，那就造罪了。啊，所以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机会抓到的时候，广度众生，这就对了。好，今天这40个问题，通通都解答了。Thank you.